车顶啊啦，车顶紧走个路影，红灯啊啦。哦，你看这条，这条是哪？你莫安尼这种角度，我水水的。你安尼啊，较后边的啦。我这么水，你搞搞看。哦，我今日起开欢喜，要出去佚佗。要去倒位佚佗啦？今嘛要来去碧潭，来做伙来去。Go。Check it out now. I work the pen to make the ink transform. On any particular surface the pen lands on, I care if it's hands on. What's the beat? The coolie high, cold cheeks, high post techniques, hot drink, off poetic landscapes and shapes. 到碧潭了，他在吃香肠，结果他们迟到，他们还说不能迟到哦，迟到会生气哦。你迟到人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会怎么说。已经九点半了哎。为什么迟到？要买早餐啊！我都没吃早餐就来了，哎、啊，我就饿了啊！骑马的，阿公问你，一二三耶！那是阳光啊！好，赞，谢谢，谢谢。十几年去哪里？跟阿妈坐天鹅船。对啊。要不要踩？不要不要，踩一下啦！不要。你不挑战一下、喔？不要。阿公说他今天钱包带很大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说他今天带很大，他自己讲很大，可以玩很大。到自由活动。妹妹，今天准备好，今天没有忘记带钱包。今天就看阿公的了。今天就靠你了。阿公来拍一张，你站好，不要动。好，你要转过来啊。好，来哦，再过来一点点，过来这里。好，好来，你先看九九的。一二三。哦，帅哥呢？帅哥。帅到这样子，帅到没朋友，是不是？你阿爸啦，我阿爸帅到没有朋友，沒有沒有伴，我是你的伴，你很小伴，站在这里做什么？可以？我不走了，好可怕，看我的小背腿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不走？我们一起啦。好俏皮哦！你到底像谁？我说像你啦，你打像我，没有打。舅舅说今天买一条地瓜给阿公吃，阿公说没有甜。不要讲讲，你舅妈会没有问？然后还全部吃完？哪有？是转个弯，大概两分钟不到，不一分钟不到就吃掉。阿公你要什么啦？你青皮凤梨。他就说牛奶了。牛奶啊、哦？没有达到他的预期。刚刚对啊，你不想要面对他选牛奶？我想要选那个百香果冰。我也想要百香果。耶。哎呦，阿公钱包打不开开了呢！你要付我，哦、你要付我，都买下。赶快钱包你要付我，哎呀，我收起来呀、啊，我付钱了、啊。他们不要，哎，赶快省起来，便宜的给你出，60块，60块。你不要一个钱打24个结了，好紧哦！我帮你好紧啊！你就带这样，你跟我说带很多，很大呢。他通常都连钱包都没带的嘞。要冰啦，阿公请的啦，阿公今天带钱来，好吃啊！不错，不错，真的好好吃哦！看到百香果的籽，这里是哪里？十殿财神庙，哇哦，很灵验哦，风景很好哎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它这边的灯呢、啊、还会转，没有财库灯，真的哎，这样才代表财时来运转哦，钱才能转进来，蛮漂亮的，金碧辉煌。五路财神免安符，要中乐透喽，注意哦。这里是哪里？安心亚拍摄妹妹的场景。是哪个妹妹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妹妹就是我了。哎、欸、这边也有妹妹。妹妹她是妹妹。为什么要一个人乱乱手过来？阿然、阿哥、阿奇、阿紫、阿朱。哎、欸、放回前面了。偶像剧你没看，超好看。哎、欸，你看你们好像在拍偶像剧的画面哦，漂亮哦，漂亮啊！哎、欸，你们三个好漂亮哦。好，来，我帮你们拍一张。你不要挡住啊，公公。哎、欸，莫名其妙。怎样，漂亮吗？这里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空气不错，空气不错。嘿。去站好。你是摄影师啊？嘿，我是摄影师，你去站好。好。
站好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里有龙猫车站哦。到底是要站哪里啦？要在后面。好。是吗？我在等着拍照。好，这里是妹妹拍摄地的墙，这面墙这么漂亮啊！漂亮，我在等你们。你的脚都站好了。这一家人集合都要大概十分钟左右。又要干嘛了？拍照。你知道，王美支持都是。又是谁提议的？王美。阿公。阿公。那你自己还不先上去？快点，还想偷懒？不行，不行，快点！自己提出来的，还说在那边看。我们来到了哪儿？十分瀑布。小朋友，好可爱啊！居家娃打呼很大声，今天睡大通铺，阿公会被吵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打呼声最大声。他们两个会有二重奏，二重奏。有奖品吗？有奖品吗？打呼最大声的有奖品哦。看到了吗？不是我 ，sorry。平溪老街，大家都在放天灯。几点啊？在写天灯。几点啊？你有放过天灯吗？我有，有看过。你放过？没有放过。放天灯了，好刺激哦！哇，许洋洋，哇，很高兴耶！我们现在来猴童猫村，超多猫。你在叫什么？喵！整排都是盆栽，为什么都凹陷呢？请看那边。哦，专门拿来当睡觉的窝。讲过。哇，眼睛要眯起来。太像了，来再一次，不要动。要这样子哎、欸。好，你不要动，眼睛相似度100%。到民宿了。干嘛这样？ Simply because you're near me.我们已经洗完澡哩，期待明天的新旅程，拜。